台电的同事啊都是很好，在工作上都是用责任感的，那么尤其对用户的，他这个要求的话尽量的做，不过现在是用户的要求啊不同的以往，所以台电要随脉动啊诚信的态度啊善行社会的责任，继续再创台电的光荣。台电加油，再造荣耀。